这车不知道能走多久，不回头，一直向前向前冲。这生活没想过什么理由，埋着头就去做，从来不担心会失去什么。我的未来生活是否梦想依旧，写下那些回忆永远不下遗忘，喜欢或不喜欢，被爱或不被爱，都无所谓啦，就勇敢的接受。点点头，我要做我自己，跟我走，我要一直看着你，自由往上不停地伸展，我才能看到幸福的阳光。点点头，我们要在一起，挥挥手，向新的一方走，再见的祝福，现在就出发，一定找到幸福。最喜欢的深山的味道，抱歉啊，我好像把我打火机忘了这边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被看到了，他一定知道这是真山的外套。你放在哪里啊？我帮你一起找。好。哎，找到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掉下去。对了，奶公，这个，你肚子会不会饿？我肚子超饿的。我也超饿的。好，那要不跟我去吃个饭，不然我一个人吃饭真的很无聊的。好，我去拿个外套。等一下，你外套不是已经穿在身上了吗？哦，对啊，我都忘记了。哎，山崎啊，野风都一直没有回来啊。对啊，你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，他打电话回来说他有事不回来了。是啊。请问和雅公在家吗？不在。哦，我是他学长，没什么事，谢谢。这里是小吃店啊。哦，在台南。台南？去年在那做建案的时候爱上这个地方。哎，先吃吧，很好吃哦。谢谢。可是我如果太晚回家的话，我爸一定会杀了我。哎，哎，我开车很快的，我一定可以准时把你送回家。先吃。好好吃哦，很甜耶，嗯，真的很好吃，你也吃。啊，好。赶紧回家吃，专心吃。你也多吃一点啊。
本好一点没有？朱本刚睡着，有什么话不能乱说。森田，不好意思啊，安妈妈要出去一下，朱本就先麻烦你了。没问题。你不要走嘛！你不要走啊！我还好多话想跟你说。我妈呢？哦，她跟你爸出去了。她不是我爸，那是我妈的老公。哦，哎，不是都一样。干嘛计较那么多啊？我爸很早就过世了，后来我妈跟了那个叫阿和的男人，就变成别人的老婆了。真生好奇怪哦，说要来找我吃面聊天，结果一吃完面就在外面走来走去，一句话都不跟我聊。哎，我们事务所的建筑师跟雅工约会去了，他大概很担心吧。他自己不珍惜还管那么多啊？他就是太珍惜了，所以才舍不得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男人的心情很复杂的。是哦。何爸，何爸还没睡啊？雅公没回来，我怎么睡得着？干嘛？没有，和记商行的门禁不是十点吗？现在都已经快十二点了。我会不知道？他从台南回来，他自己又不能飞，我能够怎么办啊？台南？他去台南？他为什么去台南？他怎么可以去台南？他跟谁去台南？他怎么去台南？台南，你是鹦鹉啊，蹲低点。何父，我自己来。爸，哎呀，三脚猫。那个阿和啊，虽然不是你亲生爸爸，可是看他给你钱给的这么爽快，你干嘛硬要他和你妈两个人赶夜车回去啊？你听我的，你对他那么冷漠，他还愿意给你钱，这就表示呢，他想要对你好，他是一个好人。来，嗯，醒醒啊，主本，不吃怎么会有体力呢？啊？不相信有哪个病人半夜还在吃水果的啦。你可爱的护士妈妈说，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爸爸在医院削苹果给你吃。我刚刚特地去外面买回来的，你给我吃完水啊。啊，老双虐待小孩的后母。再啰嗦，我就拿白雪公主后母的毒苹果给你吃。哼，哎，主本，听说那天你有去机场送我。干嘛害羞啊？